熊黛林1米78的身高，在娱乐圈女星身高中数一数二，不穿高跟鞋都可以秒杀一般男生。熊黛林与郭富城的拍拖8年，最终还是分手了。问到分手原因，郭天王表示，一双鞋不合脚时，成天穿都会不舒服，你都就会想换一双舒服的鞋。有网友表示，一双不合脚的鞋你都还能穿8年，脚上不长满老茧了吗？熊黛林出席活动与各位老板合影，简直是鹤立鸡群，老总站他身边心里有莫大的伤害。郭天王身高171，站在他身边也是这样的效果。网友，难怪高天王跟你分手，本身就高，再穿上高跟鞋加一个增高的头发，秒杀旁边一众男生，这鹤立鸡群的感觉，不穿高跟鞋是不是会好点？